诶，hey，大家好啊！咁啊，欢迎翻到嚟啊，Day 66啊，乌克兰间战报啊，我哋节目主持 Larry 啊，好啊，咁啊，我哋今日啊，除咗我之外咧，咁啊，三明丁咧真系要透透嘅，因为人都干啦，真系。咁啊，我哋今日啊，就有另外一个主持接力啊，大家期待已久啊，我哋嘅近卫队嘅司长啊，咁啊，有我哋嘅 V 姐，V 姐你好啊！诶，Hello，大家好啊！其实我都系星期一就做一集啦，都唔系好多日啫。系啊，好多人噶啦，咁所以基本上系大家都系日日都等住 V 姐，日日都有人问我 V 姐今日系咪到，即系有好几位网友，我唔讲边几个啦，其实好熟噶啦，大家应该见到，系啊，咁所以就系啦，咁啊今日啊，终于邀请到 V 姐过嚟帮下手啦，咁啊有朋友话呢个都系大家嘅精神食粮啊，系，其实我都系当咗呢度好似一个避难所，入咗嚟就每日都喺度做广播咁样，因为个肺癌。好啦，anyway 啦，咁我哋咧就即系开始啊，即系咧我哋今日嗰个嘅午间节目啦。咁就 B 姐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咧讲几个新闻啦？第一个咧就关于咧就系乌克兰咧，而家佢喺德国嗰边啊，咁啊而家咧接受紧训练，咁咧就喺五角大厦嘅发言人，我哋讲阿 John Kirby 啦，即系阿科比啦，咁啊有到讲到嘅，咁啊而家美军咧其实已经系密密咁样 train 紧一啲嘅乌克兰嘅部队去使用呢个 M777 榴弹炮啊。咁啊，之前我哋讲过咧，就有成45门啊，超过噶啦，即系咧总共有90门嘅 M777 火炮啦，就已经进入咗咧乌克兰啊嘛。咁啊，甚至乎咧，咁啊听 Anson 讲啦，即系佢有个 source 讲咧，就话已经咧 M777 榴弹炮已经开始咧系打中对方啲坦克噶啦，打中对方啲装甲部队啊，即系坚坚地噶。咁啊，开始有战功啊，咁所以咧就嚟紧个战报咧，可能咧嗰个形势咧会有少少唔同到咯。咁啊，所以都 B 姐咪同我哋讲讲呢个新闻啊。呢、这個其實就係一個消息啦，就係、是、好似 Larry 頭先講啦，就係、是、國防部發言人啦，John Kirby 咧，佢就話美軍已經喺駐德嘅基地度訓練烏克蘭軍啦，咁就訓練佢哋包括一啲炮兵啦，用嗰個 M777 榴彈炮啦，同埋訓練佢哋用一啲雷達同埋裝甲車嘅操作，因為美國其實話啱啱第一批即係今次最新嘅第一批軍援已經到咗烏克蘭啦，咁第二批咧就已經on the way 送緊去烏克蘭啦，咁第二批咧就已經 include 咗一啲 M777 嘅榴彈炮，咁我估點解啲人話覺得 M777 已經入咗烏克蘭咧，就可能覺得既然第二批有 M777，咁可能第一批都有可能有幾部啦，因為佢哋可能太大型啦，就要分批運送，咁所以 Anson 兄琴日話已經用緊咧，都可能係嘅，咁另外咧美國就話喺有三處嘅地方，其中一個係德國，就訓練緊一啲烏克蘭嘅軍人啦。咁其他兩個地點咧就不便透露。咁我就諗緊會唔會喺波蘭啦，係其中一個。咁第三個會喺邊咧？就真係估唔到啦。會唔會喺美國本土啦，又或者喺英國咁樣咧？咁跟住咧，佢就話大多數嘅訓練咧係由美國佛羅里達州嘅國民警衛隊進行嘅。咁佢就話佛羅里達州嘅國民警衛隊咧，喺2月俄軍入侵烏克蘭之前咧，就一直都喺烏克蘭嗰度訓練緊烏克蘭人嘅。咁係開戰嗰陣先撤走啦。咁而家佢哋又再翻去德國，就同啲烏克蘭軍人重聚，咁就覺得好激勵人心。係啦，咁頭先既然阿 Kirby 話有三笪地方，咁阿 Larry 兄點睇咧？如果有三个地方咧，就一个喺德国啦，一个喺波兰係啦。啊，咁啊，我谂第三个应该就唔系乌克兰嘅，所以我估其实另外一个地方可能都系波兰，即系如果咁计，因为其实你好难再有一个可以美军安全放得到嘅位置。咁啊，即系一系就德国，一系波兰噶啦，都系喺呢两个地方会系最适合去训练乌克兰嘅人咯，即系又唔使去到太远啦，可以即刻咧可以运送到个装备翻去啦。咁啊，同埋美軍係牢牢掌握嗰個地區，包括佢制空啊。即係我哋講到你喺嗰個地方，咁啊，俄羅斯肯定唔敢用飛機嚟炸你噶嘛。咁啊，如果有美軍全部成套係齊嘅嘢咧，就應該安全啲嘅。咁所以我哋估計咯，都應該係喺翻波蘭啦、德國啦呢啲地方會最好咯。anyway 啦，我哋講到咧 M777 榴彈炮啊，其實我哋節目入面咧都講過唔止一次啦，即係講到即係呢個武器咧個厲害就大，因為佢可以射擊個範圍去到大概18英里左右啦。咁啊18英里咧，即係大家計計數咧，就大概挨住30公里啦。咁啊，如果佢上面咧裝咗我哋叫神劍啊，即係 Excalibur 呢個炮彈咧，第一射得比較遠啦，第二個就好準啊，即係準到講緊咧係大概係2米左右嗰個嘅
嗰個即係2、3米左右嗰個嘅誤差咧，哇，好犀利喎！好誇張嘅，可能最多唔超過5米咁樣啦。咁我想講咧，如果你要打架坦克車就夠噶啦。咁當然啦，即係坦克係喐嘅嘢啦，即係大家都知。咁但係你能夠計得到坦克個路線咧，我就試到。咁啊，另外一個情況咧，就係佢可以打一啲，即係我哋見啦，佢如果你萬發齊炮咧，即係萬炮齊發，當然就唔會嘅，即係正路其實可能係大概有3門左右啦，一次過發射。咁咧就其實佢都幾犀利嘅，因為1分鐘咧，嗱如果正常咧就應該射大概3飛至4飛嘅啫，正常。但係如果你精英部隊咧，係應該可以射得快啲嘅。因為我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上 YouTube 咧睇下啲片啊，哇嗰啲啊～好鬼快噶，即系成 team 人啊，去摄落去咧，然之后咧就去发射咧，咁啊都真系几犀利下噶。咁啊，同埋一 team 人啦，大概咧7至8個人啦，即系去做呢个组合啊，呢个训练，咁啊去做呢个射击。咁所以你话咧就唔需要用到好多人手啦，咁但系就已经可以提供到好强嘅火炮服务咯。所以就呢一个 M77 榴弹炮咧，其实喺美国即系自己陆军啦。甚至乎我哋讲嘅海军陆战队嘅，其实都系经常使用嘅。嗱，如果我哋听 Mark 兄讲咧，其实海军陆战队系更加中意用呢个武器咯，因为海军陆战队咧，基本上喺任何嘅情况都系算系打头阵噶嘛，即系打头阵，你系唔系派陆军去嘅，你派海军陆战队，咁咧就去攻坚啊，去做好多前线掩护嘅工作，然之后陆军喺后面跟住咯。即系你会见点解海军陆战队占嘅呢啲嘅火炮嘅门数系会高啲，应该系会比陆军嚟话美国大概1000门啦，咁啊可能海军陆战队可能占500门以上，咁上所以次都三几文犀都利。话海军陆战队有600几门啊，占哇，咗。600几门啊，咁所以就系好犀利。咁啊，同埋我哋讲到个炮弹，而家已经出到 Excalibur 呢只啦，咁啊，好似话加拿大之前系有上供货呢个嘅 Excalibur 出嚟啊嘛，咁啊。系啊，同埋加拿大同澳洲都有送呢个 M777 俾乌克兰，即系大家一齐送。系啊，我唔记得咗加拿大送几多，系咪送10门喎？少啲嘅数量我唔好记啦，得，我都唔记得咗几多，我都十或者10零咁样啦。系啊，我冇记错咧，就大概10门到嘅。跟住澳洲就送咗6门，系啦，澳洲就送咗6门，其实都算系咁噶啦。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你见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呢啲咧，都系好有情义国家嚟嘅，即系全部都有送 M777 咯，真系见，即系但即系又系嗰句，但佢冇发觉 Anglo-Saxon 啲人真系特别。献丑，真系，即系可都能系因嗰为个见民阿族，美国大佬送，大家都送啲咯。定系佢哋嗰个血性咧，真系特别，即系对战争嘅敏感，我都唔都知，系啊，好似大即系家而都家系见对，到，系咯，而家见到乌克兰人啲人咁惨咧，佢哋就即刻已经即系代乌克兰人起晒杠，跟住就猛咁送啦。系咯，咁所以你见到咧，即系以 M777 榴弹炮咧落咗去乌克兰呢边咧，嚟紧个作用好大，因为咧。喺咁阔嘅平原咧，最惨就系你咁阔嘅平原咧，其实你一系就争取空优啦。咁如果你可以争取空优，你嘅地面部队慢慢行都得嘅。其实，即系你老实啦，你所有地面威胁都俾你清除晒咯。你个部队系向前行嘅啫嘛，即系衰啲讲系咪先？即系大家成日觉得美军都系咁啦，佢仲要衰到咧，佢哋嘅坦克行之前上面仲有直升机走一转。你谂下阿帕奇会喺上面帮你开路嘅，佢个长弓美雷军达。就一定系咁啦。佢个长弓雷达啊，5至10公里预先睇晒，喂，你冇目标威胁到佢哋噶，基本上有嘅，阿帕奇帮你右清一转，喂，你坦克即系行嘅啫嘛，系咪先？所以你讲啦，即系如果喺开阔嘅地形系好适合嘅，但系如果你嚟到乌东地区就冇咁样啦，啲啫，即系去到乌东地区，连俄罗斯啊，佢明明空军多你咁多，喂，佢都唔系绝对空优嘅，呢、这个先搞笑啊嘛。成日都话被击落噶嘛，即系佢哋都唔敢，即系你发觉佢哋嘅空天部队都唔敢成日飞出嚟嘅，即系呢个因为系笑话嚟美国帮乌克兰开咗天眼啊嘛，最重要系，咁所以俄罗斯就等系攞唔到空优啦。嘅。咁啊，所以好麻烦啦。即系俄罗斯佢攞唔到空优之后，咪变咗佢直升机部队佢都唔敢射出嚟噶，好笑噶。同埋佢直升机部队咧，佢哋会射火箭嘅，乜射火箭？即系我哋讲过啦，射火箭因为射得够远啊嘛。咁佢咧就都會射火箭咧，就出嚟。佢哋好得意噶，佢哋個火箭係佢哋係個直升機係會向上咁樣突然間，即係我哋叫做攀升啦。咁然之後就畫一個弧出嚟，然之後咧個最高點嘅時候就放支火箭出嚟。咁好似大家掟即係學界掟標槍咁樣，系咪飞升准噶咧？啲火箭，佢唔準㗎啲火箭，即係亂射㗎咋。
咁呢啲犀利做咩？真系。咪炸人哋啲阵地咯，系啊，即系你知俄罗斯系中意狂轰滥炸噶，即系佢哋唔系要精准，佢哋就要够多，够多去弥补嗰个即系数量嘅不足咯，诶，即系个精度嘅不足就要数量去搭救，咁啊，所以咧呢啲位就好笑噶，佢咁样打咧，结果有一次就佢架直升机就俾人追去打咯，系好啊，多啦，好多片都系直升机俾人吹打。唉。真係好慘啊！即係呢啲機師咧，你其實成日要做埋啲咁無謂嘅戰術動作咧。即係你如果你啲彈藥做得好啲，你唔使成日死啲乜嘢。其實你做彈藥都唔係平啊，大家都知。但係你咁樣冇咗架機貴啲啊嘛。咪係咯，見好多卡馬二啊，都被打晒落嚟，都好慘。咁啲飛行員又係貴噶嘛，大家知。即係你培養個飛行員嗰個質素咧，就好強咯。咁但係當然俄羅斯可能佢培訓上面亦都唔係話即係抌好多錢啦，都有嘅。咁啊，肯定同北約啊、美軍啲嘢會有距離啦。咁但係我我見哋到有網友話呢個 M277 海馬斯都去咗烏東，咁但係好似暫時就未見到有確實消息報道。要等啊，因為咧 M777 就真係已經官方宣布咗到，海馬斯咧就有人話喺哈爾科夫見到啊。咁但係係咪真咧？我哋要捉張相出嚟睇先。即係我哋成日得個句啦，大家知我哋嘅就係有圖係咪有片。咁啊，有相，咁啊呢啲咧就可以作实咯。如果冇咧，你哪管你作啊，系咪？你作你都要有张相啊嘛。如果唔系就咁报道系难嘅。如果网友咧，你哋有时咧有啲独家或者你系快嘅有啲相咧，你可以 PM 我咯。即系包括咧，你可以 send 去我哋嘅 email，我哋嘅 email 咧就系tigernhk@gmail.com。咁大家可以咧 send 嘢过嚟嘅。咁我哋咧系久唔久我哋会开嚟睇嘅。即系有时都，唉，我都 guarantee 唔到大家每日都开到嚟睇。因为每日都9万样嘢要处理，已经之前有网友叫我开一个 Instagram 啊，即开个唔 Instagram 介咧，就意。将我哋啲相咧，或者有时将我哋嗰啲 summary 咧摆上去啊，佢话会好多好多人睇，我都明啊。或者开个唔系，或者 WhatsApp 俾你咪得咯。你都有摆个电话喺度嘅，反正。系啊，都可以，都可以，系啦，都可以。咁啊，当然大家半夜冇叫我起身啊，系啊，真系冇搞呢啲嘢。有原因系点解咧？唔系因为。唔系因为我系要起身听你呢个问题，系你会日日都收到我中间 call 嚟嘅，诶，千祈你唔好同我玩呢啲嘢，即系其实即系阿 Sir 做嘢好变态噶，千祈唔好搞我，好笑。我翻翻嚟，咁啊 M777 榴弹炮总之好重要啦，即系喺个平原上面咧，即系你要阻止对方嘅陆军推进啊。咁你谂下，你有40公里嗰个优势喺度，其实衰到咩咧？就系、是、我哋讲之前咧，例如俄罗斯佢有啲叫做 SM-21 同埋 SM-30 啦，即系我哋讲一个叫 Brat 啦，一个咧叫做 Smerch 啦，呢啲咁嘅多管火箭咧，如果你用榴弹炮都系打残佢哋嘅，咁啊基本上斗射程咧就应该加埋 Excalibur 咧，应该系全部系赢晒而家俄罗斯所有嗰啲榴弹炮啊、嗰啲火炮嗰啲部队嘅，咁所以照计咧呢、這个火力咧就应该系够冚到佢哋，咁咧就可以不停向前推进，咁呢个最重要啦。咁所以 M777 榴弹炮咧系真系好鬼重要，同埋就最紧要呢支嘢咧系用轮式系可以拖嘅，咁佢本身咧就唔系自走炮嗰啲咧，系有履带嗰啲咯，佢就唔系嗰只咯，咁啊所以就冇咁即系个移动嚟讲系方便啲咯，你搵架 truck 吊住佢就得噶嘛。Simon 兄啊，阿 Mark 兄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即系你搵架即系可能2吨几3吨嘅车已经可以拖到佢喐噶啦，佢本身就大概4吨松少少啦，其实好轻身嘅，即系佢系钛合金。同埋鋁嘅合金去建构嘅一个军事工程嘅奇迹嚟嘅，咁所以咧呢只嘢咧系好正，同埋大家都知啦，美军咧即系好玩到点咧，美军直头系攞呢个直升机吊佢噶嘛，即系我哋成日讲 Chinook 噶，即系 Chinook 咧系吊住呢个 M777 周围飞噶嘛，咁仲方便啦，尤其是如果我哋喺山区作战咧，其实你真系冇办法运佢嘅，山区作战可能你真系用直升机，咁所以你见啲山地师咧用 M777 又系用得好开心。系啊，咁但系中国都有发明翻一部咧，同 M777 对应嘅一个呢种咁嘅榴弹炮嘅，听讲咧仲轻过美军嘅，系好犀利下哇！呢个都系第一次听，唔系好熟中国啲军备。嘅，系嘛？呢只第一次听，我哋以前喺中国同印度嗰场咧，嗰时我同 Simon 兄弟都系差唔多日日 cover 噶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咁啊嗰度我系哋啊，都有同大家提过噶啦，系啊，咁啊睇下有冇机会介绍下中国嘅榴弹炮同埋美国嘅 M777 个比较啦。即系我哋试下可唔可以出一辑，即系一集呢啲啦咁样。咁啊，如果可以，大家就更加清楚咯。咁 anyway 咧，你见到咧呢啲榴弹炮真系好细好用，所以咧点解之前咧泽连斯基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
或者大家俾多啲呢啲嘅重型武器我哋，因为唔够啊！真系你去乌东打咧，大家就知，哇！嗰啲地啊，真系阔鬼到，同埋咧，最问题最大就系嗰啲道路咧唔多啊，道路网好少噶咋，即系变咗就经常性都好多田野啊，好多啲泥地啊，好多啲麻烦位啊嗰啲咁样，所以就系运啊，输上又要方便咯，即系你搵啲帕拉丁自走炮咧，唔系唔好，第一我好担心咧，行嗰啲咧系啲路都俾你行烂。即我都係啲少少擔心，因為你啲路其實大家都知啦，烏克蘭啲路就梗係唔係美國嗰啲路啦。even 咧美國啲公路都唔可以行得咧，我哋講 M1 嘅 M1 咧六十幾佢七十砸噸啦，烂啲路系嘛？真係砸爛嘅話就幾下噸嘢喎，個力踩埋嚟。咁當然好多朋友話喂，其實你計翻就冇嘅，即係平均受力係咪？即係成個履帶拉翻雲都唔少嘢啦，老實係咪先？你計翻一定係比一般我哋講嗰啲咧重型車係再重2倍左右，起碼。咁所以就係會好難嘅，咁啊，所以你話行呢啲路咧，都係行 M777，因為好多網友都話，喂，不如用呢個嘅聖戰士啊，即係我哋講帕拉丁 M109 啊嗰啲咧，咁啊，我諗都係暫時用 M777 好啲啦，同埋就有啲咩事咧，我而家呢只我成日喺度諗緊，因為而家我哋講出咗呢個租借法案啊嘛，咁啊租借法案咧，你估嚟緊會唔會有送直升機俾佢啦？都唔系知。咯，我都谂紧会唔会可以送啲运输型嘅直升机俾乌克兰军教埋佢哋用啦，咁跟住佢哋就可以自己运支炮上嚟走咯，咁就方便好多啊。其实就难嘅，因为直升机大家知咧，就比战机嚟讲咧，就直升机嘅机师都好难 train 嘅，呢个真系老晒嘅。同埋咧，就你揸开俄式嘅直升机同埋美式直升机，我谂嗰个直头 concept 系另外一样嘢，好似重新要揸过飞机咁样。咁所以我都估借埋咧，个机师得唔得？借埋机师就唔得噶啦，一定唔得噶啦，因为你谂下，如果有任何伤亡，点计数先？Marking 之前系咪同大家讲过啊？即系咧，佢哋话佢哋嘅一个人嘅伤亡系赔40万美金啊。系啊，同埋呢个都唔单止系钱嘅问题，系美国嘅人命，真系好值钱噶嘛。正如三文兄啊、Mark 兄都讲，咁如果真系有伤亡咧，我谂即系美国人会真系起晒杠，会变咗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唔定。同埋最紧要就系俄罗斯会当咗你美国参战啊，系啊，系哦。呢个就系会好严重咯。因为之前咧，大家有冇印象咧？拉夫罗夫咧，其实佢系有讲过就话，其实而家咧佢都唔当北约系参战嘅，即系佢而家都唔当，即系有人问咁佢一定佢，要咁讲嘅，系啊，因为如果佢当北约参战，佢就要打佢噶啦。即系佢系个咯。民意，如果你话北约参战，佢哋咪要打北约咯？咁但系佢边度敢打北约啫？即系嗱，大家呢啲位你就即系睇下边个惊边个，究竟系北约惊俄罗斯定俄罗斯惊北约？嗱，如果咧呢个世界冇核武器咧，可爆 Sir 话斋，即系爱因斯坦冇出世嘅假设，当然其实唔可能啦。即系就算爱因斯坦唔出世，核武器始终都要出嚟嘅。但系咧，你见就系、是、你冇核武器咧，就真系北约就边个都唔怕。即系点会怕俄罗斯咧？系咪？即系佢净系得地面部队、空军就打到咁。同埋大家有冇印象咧？就系、是、埃及啊，埃及咧佢咪有好多战机啊？呢只即系佢系包括佢全世界最顶尖战机佢都有嘅，好犀利嘅。啊，系包括咩啊，咧？苏-35啦，跟住佢有阵风啦。佢有冇台风？我唔系好记得。跟住咧，佢安系卓冇 F35 咯，佢应该净系。系啦，咁啊，佢有 F-16 嘅。系啊，跟住咧，佢就所有呢啲最劲嘅机，即系美国、法国同埋咧俄罗斯嘅机，佢都有。咁咧，佢哋试过做一次嘅演习咧，就系、是、用呢个嘅阵风同呢个嘅苏-35咧去比。哇，苏-35啊，即系嗰啲电子嘢完全俾阵风玩死咗。哇，兩個都應該係四代機嚟嘅喎，四咁啊加真係加差啦，啲。四加加，但系都唔得，完全系苏-35系慢嘅，喺阵风面前系慢。即等于你两个高手，咁你觉得两个高手一个盲嘅，一个系开眼打，会点？都系高手啊，咁即系啊唔系话盲哥好打啲。真係好慘喎，我覺得蘇系嗰啲戰機。系啊，佢哋嗰啲咩前斗啊，即系我哋成个 dogfight 嗰啲咧系劲嘅，一定系劲嘅。但系你冇机会俾你进行到呢个 dogfight，同埋你都唔好当法国啲机师系死嘅，即咁系啊人系，哋都系前斗得好叻嘅。即系你谂下，佢哋都系揸开阵风细。灵活嘅战机，仲要系如果喺低速嚟讲，佢系超灵活嘅机。即系如果你话台风，可能就低速唔系一定系最灵活咯。但前斗阵风应该唔差，咁所以好就似记得系咪阵风都打赢过呢个 F22 噶？有试过。其实系咯，F-22好多人都打赢过佢，系包括啊，有 A-10 都打赢过佢，系啊，系啊，离我系晒完全。谱。
唔知点解，同埋 B 姐冇嚟喎，即 A 十都要打得赢，究竟点解咧？之前都打嘅嗰次。因为系咪原因？因为 A 十同你一齐编队飞人，佢忍唔住开咗两枪，真系唔明喎！你谂下 F 廿二点可能会俾佢咬到咧？同埋真系非常奇怪。anyway 啦，即系我哋讲翻而家咧呢个 training 咧，其实对乌克兰系十分之好啦，我觉得。即系去使用啲 M777 榴弹炮啊，嚟紧呢啲重型武器继续俾佢多啲训练啦。咁啊，海马斯嗰啲咧就当然都会有一个位啦。咁啊，同埋睇下嚟紧仲有冇其他重型武器啦。我哋都一直都谂紧嘅，即系等紧嘅。同埋就我哋琴日都讲租借法案嗰个问题啦。咁啊，租借法案咧，其实佢最好地方就系佢已经将所有美国限制出口武器嗰啲条例松绑晒，即松係绑除晒。咗核彈之外，就其他都可以送。不過個問題就係 train 唔 train 到人用咧，又係一個問題。因為 training 都唔係樣樣嘢都可以咁快識。即係譬如你話 M777，就上次 Marking 話好快嘅咋，幾日就識噶啦，咁樣就系啊，OK 啦。咁譬如有啲再難啲嗰啲，就真係可能需時啦。但系咁样谂，V 姐，其实成件事系任重道远噶嘛。即系成件事，其实你去 train 咧，你唔系净系 train 佢今日打仗，你 train 紧佢听日啦、后日啦、下年啦，呢10年嚟紧点样打仗？即系其实你一 train 咧，就已经系 train 紧佢系打紧一场好耐嘅仗。即系讲都紧系系而噶，家将慢慢将乌克兰 train 做一个北约制式嘅一个国家。虽然嗱，你名义上你唔会入北约嘅，咁但系其实佢哋冇分别噶啦。你谂下，其实有咩分别啫？即系你争在有嘅有分别嘅，就系、是、你唔系用北约啲人咯。但即系系好似瑞典咁咯，所有嘢都可以转，即刻转晒做北约嘅制式啦，已经。系啊，但系问题就系佢啲人就仲系乌克兰人咯。咁但系有一样好彩嘅，B 姐我真系觉得，就系乌克兰嘅人口有翻咁上下，即系佢有成4000几万人呢个国家。系，有成4000几万人，咁所以咧，佢哋当兵嘅人咧，始终都有啦。第一个，第二个就系佢哋嗰个军事实力，你见到咧，依家睇咧，就系佢哋嗰个训练好快就已经上手，同埋你冇发觉啲军人啲创意真系好犀利噶，即系佢系哋系哦。可以，即系例如我哋成日讲笑咁讲，就系佢哋咧用嗰啲红外去瞄啲直升机咧，佢哋好过瘾噶。通常你咪用红外瞄佢嘅时候咧，你系指住个直升机嚟射噶嘛。系哦。佢哋咧，我啲朋友同我讲唔系嘅，佢哋咧系咧指住咧个直升机隔篱嗰个空气射嘅，点解咧？如佢然下之一秒后会飞落嗰度？临中之前先怼落个直升机度，即系射嗰、咗之后先至指住个直升机。那个分别会系点咧？个分别就系嗰几秒嘅时间差啦，哦，对方唔知道你射佢，到佢知嘅时候，子弹已经差唔多中，就唔知咧。哇，好犀利啊！所以佢冇办法知道你瞄佢，因为咧，其实咧，成件事咧最容易做规避动作就系你瞄佢嗰阵时，即系你瞄佢啦，佢知你瞄佢啦嘛，佢咪开始喐咯，咁你咪难瞄啲咯。即系我哋成日讲就系点解咧？一架战机咧要有嗰个雷达警告接收器，就系、是、当对方 lock 你时候你知啦，咁知嘅时唔候知你咪开俄罗始做斯嗰快啲啲有动作。冇咧？其实俄佢罗斯哋嘅系。手机有嘅，呢只佢哋系有警告接收器，佢嗰个叫做 President S，叫做总统 S，有嘅，或者你中意译个主席 S 都得啦。佢哋叫做 President S 嘅一个系统，呢个系统都几得意嘅。佢点运作嘅咧？个系统咧就我以前都节目都有讲过，就系佢个系统运作咧，就系佢系会追踪你嗰个激光喺边度嚟，然之后佢会射盲翻你嗰个激光制度。哇！系啊，即系你边个角度嚟，佢边个角度射翻你咯。总之佢个功率系射翻盲你咯，咁然之后听落都 OK 咁喎，你咪指唔到佢咯，你咪瞄唔到佢咯，因为咧激系啊。光咧系好特别嘅，激光咧系要一路指住嘅，即系你唔同咧。如果我哋讲嗰啲主动雷达嗰啲咧，即系用毫米波追踪嘅时候咧，你可以开住个雷达咧，咁啊你射后不离噶嘛，我哋成日讲系咪？咁你咪射咗之后，你射我部机都冇用噶啦，子弹识自己搵你噶啦，咁样噶嘛。咁但系如果你系用红外制度就唔同，或者 laser 制度就唔同，即系指住，红外会好啲，laser 就要指住嗰度。咁但系你知唔知星光系统系呢个武器嘅核心嚟？即系呢个星光 President 系 S 统，嘅，系啊，星光系统系呢个武器嘅核心嚟嘅。系啊，个原因系因为星光系有2支 laser 射竟然系咁。佢，你射盲咗一支，佢仲有一支指住。我怀疑佢哋系。因为知道你有呢样嘢，嗱，我唔肯定佢武器发展嘅概念上系咪已经系咁样谂啦。
即系已经谂人哋有机会反制，想我射两支出嚟。同埋咧，佢好阴湿嘅，星光嗰支咧，即系 laser pointing 咧，其实个能量好弱嘅，好弱嘅，即系佢唔使做到好强，咁变咗可能个能量弱到一个点，系对方未必系会触发到 trigger 到佢个警报器。即系碎啲讲，你俾人瞄都唔知啊，系啊，即系咁咯。咁但系你又要个能量又要微弱到可以都街到咧，所以其实系好考功夫，好考功咁夫。呢啲英国研发一定好嘢嚟嘅。系啦，咁所以就你见就之前我哋讲星光仿飞弹咧，好难反制嘅原因就系咁，即系你就算有 President S 都反制唔到佢噶。系啊，咁所以呢个武器咧就相当唔错啦，即系可能佢已经谂过你个盾系点样设计。所以佢先个矛先系咁样做，系好特别嘅。咁所以我哋都讲啦，即系总之啦，乌克兰咧而家越收得多咧呢啲咁嘅武器咧就越好啦。咁啊，我哋即管即系睇下佢嚟紧即系啲榴弹炮咁质质啊成咁样。““